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肉肉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斯普拉顿三很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就是射程管理表。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员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基于斯普拉顿三的对战模式，其实熟知对方跟自己的武器射程是一个重大关键。所谓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今天我们做出了一张基于官方武器射程图为基准的相对射程表，我们以 4K 近狙满射程100来做其他武器的推算，可以作为相对的射程的参考。这张射程表我们日后在完成所有武器的收集之后呢，会再次精算射程的击发距离、伤害、衰减等等，日后会再陆续更新这张表。目前先以第一版让所有的好朋友们可以方便参考使用，除了全武器总表之外，也附上各种枪系的分类表，除此之外也有附带上副技及 SP， 这样大家就不用再东找西找，只要一张万事 OK， 赶快下载下来，然后去打真格吧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报告事项，如果大家喜欢请给我一个赞作为支持，留言分享你的心得或是你想知道的事情，我们频道就是想要为大家尽心尽力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